早上好，哎呀，昨晚又下了一夜的雨，看看今天天气怎么样。啊，这会儿不下了，已经连续下了四天了，不知道今天还下不下。啊，起床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夏天。常德已经连续下了四天雨了啊！今天早上看到现在虽然没下，但是天一直是阴的。这种阴天呢，我们也不打算出门了，因为常德这种天气它会随时下雨，所以我们今天也不敢出门，还是在这待着吧。刚洗漱完了，华姐在里面洗漱，吹个头。看看华姐给我们做什么早餐。哦，煎饼子。对，把这饼子煎一下，然后吃鸡蛋喝粥就行了，是吧？嗯、再拌个凉菜。对。好呀嘛，连续下了几天雨，看看这边湿气多重，都一层水，笑死了。可以作画了吧？写个夏天。夏日，我在这个冰箱上写字儿呢，那水珠都可以写字儿了。哦，就是咱们这个水汽太大了。又拌我最近迷上了的这个生菜。嗯，有网友说这个叫什么奶油生菜，是不是？对，脆脆的，可好吃了。这生菜真的是好吃。我今天还喝这个红豆薏米粥啊。嗯，厨师最近一直在喝、嗯、你喝什么？我喝那个藕粉吧，不多了，我把它喝掉。好。嗯，哎呀，给你再加点这个吧。可以。好啊。嗯，给你加点麦片。我又买了两罐，这边湿气真的是重的，嗯，太重了，就是的，一勺半就可以了，嗯，要不然太稠了，嗯，够不够？再要一点，好 ，OK。看看我们今天的早餐，一人一个煮蛋，然后两个饼子啊，这是，嗯，然后凉拌菜。然后粥，嗯，尝尝这个生菜，嗯，脆脆的，好好吃，好吃啊！华姐每天拌着花样的拌啊，嗯，有的时候是拿生的，对，有的时候拿开水烫一烫，嗯，换着花样的拌，都很香，嗯，嗯，我现在都居然爱上吃菜了。难得呀，吃菜好呀。嗯，快递到了，取下快递，取个快递看看。嗯，这个是我的，把酒精喷上。对，再找一找。嗯，啊，这个也是我的，这个也是我的。啊，这也是我的。看吧，哇，好多啊！开门儿，来喽！哇，又一堆，好重、啊，这么多，慢点，慢点，慢、啊、点。来，我帮你。都进不来了。嗯，来，先放地上。哎呀，嗯。
多，这么多，又一堆快递。嗯，这边好潮热呀，我觉得我脸上也一层水。太潮了，这刚刚已经喷过酒精了。来看看都是啥。嗯，有一个我急需要用的东西到了，待会儿给你看看。这啥？这个是咱们做三明治的。哦，哇，这个大。对，因为我们在这边找了，都没有这么大的切片面包。嗯，所以我们那个就是那个早餐机老是分不住口啊。对，这次我们在网上买了两袋、嗯、这种是专门做三明治的，就可以分边了。嗯，买了两袋啊，太好了。然后最后猜这个就是我想要的。嗯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你想要的。我想要的。对，噔噔噔噔，菜板哦，我的菜板到了，菜板太好了。嗯，哎，重新买了一个菜板啊。嗯，哎，这两面都是这种木，都是一样的。嗯，这个叫乌木，好像我记得，哦，乌檀木。嗯，双面的乌檀木，一面可以切肉，一面可以切菜。对，哎，这个挺好的，太好了。而且这个以前华姐嫌我们的菜板有点小嘛，嗯，这个就大大一圈。嗯嗯。太好了，这个就是你的了。今天早上我还念叨呢，先放这儿了啊。嗯，先放那儿。这外面还有一层塑料纸。嗯。哎，待会儿一定要去。哦，这他还给了一个架子。对，他可以架案板。嗯嗯。这感觉还挺好。对，可以架上两个案板。孔儿，就稍微简易的。对，就是这样的。好，这个是急需要用的了。我最近一直老是不舒服，老觉得像有点感冒一样，这精神不好。嗯，我觉得跟这边的湿气有关，这边的湿度太大了，每天早上起来啊，那个湿度都99%，对，湿度非常大，到处都是水。现在的湿度通已经通了一上午的风了啊，嗯、这会儿还是84%。嗯，湿度太大了。噔噔噔，这啥？除湿盒，这是网友给我们那个啥建议的啊、哦，说湿气如果太重的时候，就买这种除湿盒多放一些也可以。哦，好，因为我们不想买那个除湿机啊，那个一个。很大，很占位置。嗯、第二个，我们其实在这并不是常待啊。嗯，我们下个月考完那个驾照就走了。对，所以买这个试试吧。嗯，打开看看啊，希望能有用。嗯，这个速度还挺快，昨天才下的单，某东上的速度快一些。嗯，这一件是9盒，啊，那应该够用。对。啊，使用时长是1到3个月。啊、哦，那还行啊。对，保质期3年。好像是把这一层要取掉就行了。我买的是无香型的啊，嗯，它还有别的味儿的，我怕我闻不惯那些味儿。哦，这个得小心点。这里面是这种，像这个叫什么？像什么棉似的啊、哦？这个叫什么叫什么氯化钙活性炭？嗯，这是活性炭除湿盒。哦，我撕错了，撕这一层啊？对啊，上面那层是要留的啊、嗯。对，撕错了，没用过这种。然后它时间长了，水就好像就会滴到下面这个盒子里。哦，这样子，啊，把那盖上就行。对。对嗯，哦，多弄几盒，床头放上、啊，到处都放一些、嗯。我现在真的是这个湿气有点不行了。嗯，我每天都特别不舒服，就是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好，现在就老爱头疼。湿气重可能就会是这样的、啊。然后觉得没精神。嗯，多弄几袋放着。嗯，多开几盒。把这
这赶紧摆上，这个地方放一盒哈。嗯。然后我们床头这放上一盒啊。对。然后在这再放一盒，这两盒一个放到厨房，盒一盒先放这儿吧。对，放那儿吧。放这儿，然后这盒再放到卫生间里。嗯。哎呀，希望这个能有效果，不要湿气太重了。对，最近这湿气湿的，人真的就整个身体都会觉得不适应、不舒服了。过两天出太阳估计会好一些。对，它这个地方反正，但是报的明天还有雨啊。还有。对，预报是这样子啊，说后面还要下两天，然后晴两天，然后又是下。嗯，好吧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，准备忙一些工作了。喜欢朋友帮忙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